泰国的猫，中国的猫，美国的猫，英国的猫，而俄罗斯的猫，来点小鸟胡子夹夹。来，大宝先生，哎，妈妈给你抱上来，嘿嘿，二宝，那到你了，上来来，把前爪搭上，哎，真懂事，哎，还挺沉，你看这小宝多听话啊，都不用妈妈告诉，手就搭上来了，嘿，爸爸，我是四宝，你一个人能抱动我吗？不行，你上屯里多找两个人吧，我怕你一个人，好，行，西北，你够狠的。你这意思我是五宝呗，你别提我，我自己试试。不行不行，我这腿使不上劲啊。西北，你这车能不能禁住我呀？我主要是怕把你车给压坏了。那不用想了，我肯定是老六。哎，西北，你快看那驴干啥呢？那驴耍驴呢。我也想耍驴，西北，我不想上去。不想上去是不是？嗯，我看你上不上去。记住了，你是马不是驴，你不能耍驴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宝。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们是以这种方式让我上车，简直是惨无人道啊。这马上就年根底了，没想到还得遭死一劫。是给天就随便摸的小猫咪吗？是啊，给天就可以随便摸呀。救救我！走，往前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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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面对疾风吧。小朋友，你来这里放多久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呀？今天刚刚看漫画，我觉得绝望。哎呦我的妈！